观众朋友们，新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五，是接财神的日子。在这里呢，我代表我们苏州电视书场栏目，祝福各位观众朋友财源广进，吉星照，万事顺利，开怀笑。书迷朋友都知道，我们苏州评弹呢是用苏州话来弹唱说表，莺歌燕语，婉转悠扬，和着缠绵的琴声，轻舒柔缓地讲述着传奇故事，将儿女情长娓娓道来。其实最纯正的吴侬软语就出自吴县，也就是现在的吴中区。今天我们苏州电书厂春节特别节目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六站，我来到了苏州吴中区评弹团。观众朋友大家好，苏州评弹区已经有400多年历史了，它就起源于吴中大地。那今天呢，我们电书厂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六站就来到了吴中区评弹团，走，跟我一起去拜年去吧。老邓啊，新年好，新年好。当然是新年好，新年好。新财神开始动一冲聚财神的辰光，然后呢，现在当到中秋一来了聚财神在哈。又想想想想想想电视市场，观众同志们，大家新年好，新年好。完了，啥啥？你手拎出来的对吧？来。过去的2017年，正好是您的太先生蒋月泉先生诞辰100周年哈。对的。苏州、上海都举办了纪念演出。您也参加了演出，作为这样的一个首人，啊，这个还是觉得一种荣誉的感觉。既然是是啊，嗯，而且觉得每一种道德感，一种切合。哪个切合？啥个切合呢？是切我个生日，等于他先生蒋玉生的生日是一年了。你也生这个是生日？而且正正当里才50岁。哎呦，真的有语文够啊！对，我是1967年的生日的四啊一的。哦。那么真的切合。所以我对汤先生呢感情非常深。嗯，虽然大理生活当中我了平台上读书辰光大理办公的，嗯，正是上副台演出各位呢分办公的，哦，对你非常的崇拜。崇拜了，哎，我晓得你还是帮陈建国为师之前，唯一几个先生还是干？我不啦帮你陈建国先生之前呢，嗯，已经帮过3个先生，我3个先生，先生比较多的。嗯，我平台我当毕业出来辰光呢，第一个先生是叫徐正祥。哦，徐正祥。是朱元祥个好孙子。嗯。那么第二个呢，我也帮子这个周小翠。哦，周小翠。嗯。就是说三代官。三代官，哎。还是牛塘村。哎，是的。是吧？非常有名的。那么。最先吹呢，你先生呢是在家吹过嗓子，哦，所以讲我开的是正宗的自然党的首任。哦，哎，那么后来呢，我一把子浙江平台头的这个何国强，嗯，或者就是坟墓下的张桂英过世，嗯，那么再有呢，我就再把你这个恩师。成就过先生，后头讲你真的是博采众长，还是个？对，我觉着都把点先生，手朗向个么子都好点，但些辰光融会贯通了。对，自家个艺术是有帮助的。哎，跟我后面呢，就是来欣赏这节目是老头编一个，哦，会带两位演员一道合作个啦，至尊绵荣。哎，这个是张嘴脸，嘴脸是吧？嘴脸，因为我这个这样的非常欢喜，但是因为根据我个嗓音条件。那么而且我是坟墓相聚的，哎，最的因为是我他先生最牛的一个点对了，嗯，这样的一种最的想法走出来的，对，所以我在手上我也是唱最的，唱最的，哎，记得欣赏欣赏，老头的最的，三高党是吧？对，三高的合作的。Be nice.
神圣一通心勾云飞舞通中生有的字正绵用在那个嘴里唱的米的在得不得了，醇厚啊！过奖过奖。我们吴中区评弹团实力雄厚，特别是三对夫妻档，哎呦，名气啪啪响。老头打爱人莫桂英，啊是噶？还有呢是读书记张建生帮莫志伟一代，哎的。还有呢就是陈毅帮徐国华一代。那么你这个三档演员呢？岁数都比较大些。而且艺术过于纯粹，是的。现在基本上侪是国家一级演员，哎，对的。哎，来人家徐国华、陈毅，哎，徐国华三师杜师，台浪向金启辰，在，陈毅台浪向是台风哈，啊啦，唱腔也是与美英这样哈，哎，啊啦，来人家张建生当毛志伟，嗯，有得个台夫妻朱丽彪个，是的。毛志伟身边比较偏一，嗯嗯，张建生么唱腔也是哈，哎，
悲伤也是哈，是吧？那么当然，我不但你爱你毛桂英，实际上像马玉林个特点，相当最高啊。这个构成构成是，哎，所以讲，我觉着就是你投缘上，今朝一年是离不开个，三档演员个，包括最近几年当中，你投了像各种重大的演出，搿个三档演员侪是冲了门前个，可比讲期待是最对带来个作用。是个，听说你到过去两零一七年啊，搿只不是为民演出。台前也是相当艰苦的。我记着，我觉着搿个是你每年的一个传统日。再个像2017年，你组织之一来自编自演的大德发展平台节目。哦。搿个是区委区政府宣传部文体局搿把你个光荣任务，一演出就是难得了。哦。搿是的确，下去辰光是，侪是你包括搿个台子凳子，侪自家带下去个。自家带下去。一十数个台子凳子背改个了。哦。那么一般的搿种单位里向，你没自家个设备个，所以你自家用资，这样办法用资搿种还拆装个，还装起来个，然后是粘上去个。哦。哎，所以讲，爷爷搭台，伊也管音响，伊也演出，比较辛苦。嗯。那么位于像2017年，你。到香港去演出，因为香港回归20周年嘛，哎，对对对，哎，搿个大庆嘛，嗯，那么香港政府特地邀请你过去的，嗯，你是辣辣香港大会上演出是两场，出意料之外，搿个对我你好中去别人特别欢迎，嗯，哎，客满，哦，两场侪是客满，嗯，当然你也邀请至一部分搿个平台家现在比较当今比较红的演员去，嗯，比如像上海头个几个先生，陈建国啊，张三平啊。收最便宜的个后生啊，包括现在收最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苏斌啊，一旦去做成这个强大的阵容。对，我要透露一下的，苏斌才是原来后中去平台出来的。对对对对对。下面呢，就来了欣赏张先生和陈建国合作的《拜月摇头》。
神。个灵个半牛腰头上，你到西上寻机关，哎，我发现他张先生非常搭个，都来讲的，哎，特别这样的搭曲的搭来的特别好听，特别好听，好听，赞赞。因为这个，你对那个木板就是讲义的个，哎，搭智慧声个，甚至搭或者是讲不来个各种单唱，讲义的单唱，再配着，再配着。那老头，我晓得你到学中心平台头呢，除脱你到三代夫妻档，可以讲是担当大任啊，冲锋陷阵。但是你们对青年演员的培养也是相当重视的。对吧？因为最近几年当中，我觉着是我组织单位里向个领导各位呢，觉着培养青年是当务之急。嗯。因为你搿个三代夫妻，毕竟年纪慢慢的投入上去噻。哎。像我这样就超过50岁噻，眼睛是60岁。看不上，侬没看得成50岁呀？哎呀，看不上。那么培养青年人是一个团体能够。持续个发出一个重要的关键，没错。所以讲你最近几年当中呢，也招收至10多名青年演员。哦，这样就有16个，有2个是评话的。哦，十几位是台式演员。那么个比赛青年呢，政治团各位呢，当然技术有加低。嗯嗯。但是在你个管理领导下头呢，
对艺术还是比较专业的。你每年有一趟嘛，这个培训啊，请上海的、刚才我觉得各种专家过来，从台场设备方面，来进行辅导。提升你多个艺术水平。那陆团是不是给我们推荐一档青年演员的节目呢？可以的，因为你团里像青年演员蛮多，比如说这样有三两个学生子，何斌和陈心怡。陈心怡虽然刚刚平台学堂毕业出来了，但是一个姑娘，这个各种偶声啊，包括唱腔，这个对一个音乐的理解侪不错的。那么还有这样子。比较讲起来，青年当中比较难得一点的，像朱云刚、金文娟，在外头舞台上向演出。还不错，听众非常受欢迎。哦，那么你还有来欣赏一段朱云刚打金文娟的这个？没喊我。你到两家里是个一段叫《普京怂恿》。嗨，那么我明天就来欣赏金文娟打朱云刚合作的《普京怂恿》。区区汉子张春杰，人人称我老八仙，从里口的大大的最近生意的美好。昨日王家去受命，三日同地五百点，门这骑马轮王，哈正啊啊，配蝴蝶，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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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命先生真哈子，大本事，人家的命受得特别准，可自家的命都受不离去，一日到夜吃顶不得。今朝吃过夜饭，坐了黑门跟随，来让神风凉。嘿，说啥呀？瞎子眼是眼睛的，因为眼睛看不是门呀。那么姐夫呢？姐夫们是眼的，后后来在了眼里向，哪是娘娘都是受屁股的，是一粒白子的线路，扎破丰收的线路。根本是你到十四岁上没受伤呢，十四岁上是喉咙的，开口以外难出气，给了一下一日带样子样后事。现在受了黑门跟随的美六位，哎呦，那边口黑子，眼睛么黑，耳朵特别灵，有人吗？一门十。现在我昨日赚了五百点铜钿，今朝来铜五个两斤啊！少娘，该师傅呢铜盒子两斤赚够个，我一文不铜钿个，穷得了得累累了哩。你一推，起推有三两，李飞生有铜钿个，开开开呀！人好人好杀人吧，说说你先生，我要一个女人，没人气，你是啥呢？先生，我是林彩花。哈，听见林彩花不好了，让出大的五年门前，林彩花从苏北带花过来，张先生同定里努力收下来。同是天涯沦落人，结为夫妻，一人搭伙过日子。介绍三个的话来，林彩花说：“先生，我有了理财，有次啥么子讲？哎呀，先生，我有次那个稀了理财。哦哟，张瞎子开心啊！我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残疾人，非但能够踏得高，还能够养三楼啊！”走廊下最多啊，不晓得张瞎子啊，你不也开心？不几日天，林彩花突然失踪，打拍内所有家当，搁单边其实里身啊之烦，丁丁眼睛么头皮里个西啊不离大字板，搿桩事体是张先生永久的伤痛。今朝听见林彩花们哪会好？哎。你这个独命女人啊，先生，你这个自杀女人啊，先生，我晓得我对不起你，你还有面孔还出来的啦，先生，你们对我不是二别，失去原因，我是百般无奈哟，先生，其实我
没有男人的也是一个打击，没有男人们啥事体万一骗我呢？先生，我真没办法呀，先生，我男人比我自家做的，先生。哦，你知的，我一生。啥事体要打通我搿点高档啊？先生，这句佳才比我比肚皮里向有只戏，真的还是假的？先生，真的呀！真的。我分批来的。哎，这个小囡，我努力养下来的。养下来的。我讲是个男伯伯。男的。是呀。这么彩花啊！这个儿子养下来嘛，这双眼睛啊哈个呢？先生，眼睛不哈个。我眼睛不哈个。那来这个头呀？哎。再讲点王世良。哎呦，这是啥子灵光了还哇？但是不能嫁
别逼我做搿种事体。我想想，我孩子一家人家不受伤，我阿个回去还不人家，我随便哪不肯答应个，所以我带出来担担赎罪，我来寻那先生，一直来求那先生还原谅我。一人之间，你两家的快点想方设法去拿你儿子也救出来。可现在来了杀天的凶不比，嗯，办这个个呀？张先生听我林翠花哥哥一番话，将信将疑。讲得你们认识这个线路不像我嘞，这张面孔当我活脱活像，真的还是假的？一直陪着我神医破精神，非要这个女人一来上我墙，我一上这里个当。林翠花啊，先生，你了老是你多男人比你做仙人跳的事体的，是你比我个呀？你不要来骗我噻，阿晓得。先生，我分骗你哇。骗哈子谁个个呀？哎呀，先生，我男人一直拿我开了单呀，我浑身侪是伤痕嘞。先生，你眼睛么看不清？你来摸摸看呀，我面孔啦、身啦、脚啦，侪是伤痕呀。先生，你来摸摸我睡浪下，我睡浪下把你烫着个，侪是疤嘞。哎呦，你再来摸摸我腿筋，你像一点肉包浆，双手把你自己打伤了个呀。先生，你再来摸摸我脚啦，我脚啦，我脚啦，还侪是伤痕。翠花，先生，翠花啊，先生，你别告我去噻，我才明白个噻。张先生，摸得林翠花身浪下满身伤痕，睡了浪堆，眼里了浪花嘞。翠花啊，先生，你吃子苦头个噻。出水惊心，你唱错什么？至于触目惊心不出水惊心吗？因为瞎子眼睛看不出呀，只好出水惊心。出水惊心，满身恩伤。不与牺牲痛的伤，他父乃将我骗，为何来做差？丈夫是饮水，一醉上天亮，挣脱了马飞去家乡，想起当年恩爱够，嘘爱问候他一两，还问恩一生温水香，更何况今已五岁，张家后乡，父乃这里边不能见爹娘，不如分离泪汪。双手将他勒我无气，一冰石的我体谅，与你双双设法去聚后来。哎呀，翠花啊，我错过你噻，搿
们你两个的心意之短片结束，倾听我道。不错，我觉得两位青年演员真的不错哈，也是我们看到了吴中区评弹团的未来哈，也是以后的大梁靠他们来挑了。对对对对对，老队，那新年新气象，在新的一年，我们吴中区评弹团有什么打算吗？2015年，那个我们评弹团呢，任务还是蛮艰巨的。首先第一桩重要的事体是要参加苏州评弹艺术节。这个是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要的评弹嘛，对吧？继续要办下去，所以我们也只有参加。以为只有参加这个评弹艺术节呢，队里向特地牌子青春版的一张作品，叫《梅花水》。哦，讲的是啥个内容呢？《梅花水》最主要讲的是我们吴中区寡妇，在那抗日战争的辰光，有个孙娘，以义勇心士兵送行白，到这个日本鬼子啊对峙对用的故事。因为你本来就一直是这样的，基本上像这个作品啊，侪是侯中人唱侯中人，侯中人笑侯中人，侯中人忆侯中人。哎呦，讲得真好，可以说通过评弹作品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哎，对个，而且相当不容易。这个一趟搿张作品呢，就是侪是青年演员。哦，侪青年演员。哎，你搿个三对夫妻不参加，作为副台记得了是。你到三个弄舞台娘出来，娘青年有上啊这个啦。努力都推出去。这样一来，你平台头有新生力量。那么2015年呢，你还有几桩什么样的事体？计划是到北京清华大学去演出，还有可能到故宫里向去演出。因为故宫里向有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因为你这个平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了。还有可，那么还有到美国，还有到这个英国、德国，可能也去。文化交流，神话没进去。那么在这里呢，我也衷心的祝愿好吴中区评弹团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好吧？最后再给大家拜个年好吗？今天正好是大年初五啊，在这里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呢，能够财源广进，都在唱片，祝大家了了，给你都听平台，先开上开。嗨，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苏州电视书场春节特别节目《春游江南访雅韵》的第六期到这儿结束了，我明天再见。我电视书场给您拜年来了，哎呀，谢谢谢谢，祝大家四季发财，五福临门，六六大顺。祝福他娘娘平平，大运万里，世界因为工人长，这好事。